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生活365。哈里斯·沃尔兹将使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让我们来看看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蒂姆·沃尔兹在为哈里斯的白人兄弟筹款活动中呼吁一元社会主义的视频。But we can get out there, reach out, make the case, and for one thing, don't ever shy away from our progressive values. One person's socialism is another person's neighborliness. 他相信社会主义是一项睦邻政策，他就是这么描述的。蒂姆·沃尔兹不仅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还在明尼苏达州进行了实验。身为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于2023年3月签署了一项法案，为所有就读公立或私立学校的学生提供免费校餐，包括早餐和午餐，无论他们的家庭收入如何。为该法案适用的超过60万名明尼苏达州学生提供免费餐点，每年将花费约2亿美元。因此，明尼苏达州必须发行政府债券，所有明尼苏达州纳税人必须支付政府账单。蒂姆·沃尔兹还支持将明尼苏达州设为非法移民庇护州，并签署了一项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驶执照的法案。身为州长，他甚至告诉 CNN，他将投资建造梯子，帮助移民爬上美墨边境的隔离墙。蒂姆·沃尔兹 Tim Walz 已将枪支从公众手中夺走，并且真正倡导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要求对私人买卖手枪和半自动武器进行背景调查，允许当局请求极端风险保护令，暂时取消政府认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个人的枪支。沃尔兹对枪支管制的立场很像加州切香肠来夺走人们的枪支，这违反了第二修正案。蒂姆·沃尔兹以其进步立场而闻名，除了普遍免费学校餐和枪支管制等议题外，他还倡导绿色能源和取消警察经费。他也强调了不要回避进步价值的重要性，将其等同于睦邻和社区支持。沃尔兹是党内极左派的民主党人之一，可能比哈里斯更左。社会主义不关心你的邻居，他关心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利。社会主义正在剥夺人们的财产，剥夺他们的自由。回顾人类历史，还没有真正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例子吗？不，10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有20多次。曾服务苏联、南斯拉夫、东欧国家、北韩、中国以及数十个亚非拉国家，所有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的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人们的财产和自由正被这些国家的政府剥夺。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实验都惨遭失败，并以不同程度的灾难告终。他们没有为每个人带来繁荣和富足，而是带来了贫穷。一个在如此多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如此多的不同版本中多次失败的想法，如何仍然如此受欢迎？因为社会主义是容易欺骗人们去响应。在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SA 迎来了78000名新成员的涌入，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社会主义已成为青年运动，社会主义已成为新时尚、新潮流。任何社会主义新实验，在其初期阶段，都会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校教师的热烈欢迎。最近的例子是委内瑞拉，就在几年前，该国还被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客誉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典范。伯尼·桑德斯是一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前往尼加拉瓜庆祝该国社会主义革命6周年，苏联支持的政府暂停了公民的公民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罢工的权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内尔·维斯特宣称，我喜欢乌哥·查维斯将贫困作为优先事项。我希望美国优先考虑贫困，这就是消除贫穷，所有时尚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苏联、中国、委内瑞拉、古巴和北韩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已众所周知，
甚至像约瑟夫、史达林和毛泽东这样的大屠杀犯也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热烈赞扬。这种对毛泽东和史达林等独裁者的崇拜在知识分子中有多普遍？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前往这些地方并满怀赞美的归来。你可以轻松地找到数百条西方知识分子赞扬史达林和毛泽东的名言。他们坚信，他们看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正在形成，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观点是错的。即使是那些对该政权的罪行并非完全视而不见的记者和知识分子，也找到了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辩护的理由。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都对即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体制充满热情和赞扬。即使他们失败了，知识分子也会捍卫这个制度，试图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破坏者或对压迫、外国列强或美帝国主义的抵抗。或者他们将这些失败试图归咎于发生的不相关的坏事，例如自然灾害或气候变迁。今天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普遍承认，社会主义实验在过去已经失败了。但他们是否也从这些失败中学到了正确的教训？绝对不。批评史达林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现实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始终未能分析这些制度失败的经济原因。他们的分析攻击这些制度缺乏民主权利和自由，但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却基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平等或公平的模糊愿景。国家的制度。当代社会主义者谈论非独裁、非独裁、平等、公平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时，他们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原创。社会主义计划并非以极权主义愿望开始，他们只是以极权主义愿望结束。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例外。最后演变成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瑞典危险地接近民主社会主义。对于瑞典来说，这是一段经济相对衰退的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危机中达到顶峰。该模型被放弃是有充分理由的。瑞典现在再次成为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尽管税负沉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作为群众运动的回归并不是这种语义混乱的结果。随着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慧的发展，更多的精英相信社会主义会再次发挥作用。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化。社会主义意味着公平或平等，掠夺中产阶级以换取他们的权利。他们不在乎谁有能力让整个社会繁荣。然而，能让社会繁荣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逃避。与加州和明尼苏达州一样，公司和富人纷纷逃离该州。人们将失去工作并陷入贫困。穷人拼命寻求政府福利。然后，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好处从穷人那里获得更多选票。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理解社会主义，因为它塑造了我们的历史，也将塑造我们的未来。社会主义生活是悲惨的，艰难的。没有人愿意走向社会主义。我与你们分享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阻止它的疾病在这片美丽的自由土地上蔓延。如果你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就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将这种意识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请订阅、分享、点赞，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声音。谢谢。